城市森林距离新山市中心约2公里，是新山市民做运动与休闲的好去处。园内的儿童水上乐园免费对大众开放，小朋友来到这里就非常开心。他们可以在这里无拘无束地畅游，小朋友的嬉闹声在园内不断地围绕，在周围的人们都可以感染到他们的喜悦。在炎热的下午能在水里游玩，也难怪小朋友会那么开心。城市森林一直以当地的地形结构、水资源、动植物的活动空间作为设计理念，在这区域会以保护树木为前提，呈现自然的绿化环境风景。园内还有一个柔佛王储东姑伊斯麦青年中心，中心内有多样设施，其中有音乐活动中心、儿童游乐场、室内攀岩墙。滑板公园、以及空中步道、走累了，这里也有许多美食让你补充体力。